近日，演员孙倩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组《甄嬛传》剧组重聚的大合照，果郡王、齐妃、富察贵人、新贵人的扮演者一并亮相，蓝盈莹、蓝曦等人也再度同框，令人感慨不已。据悉，《甄嬛传》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于2011年出品的清装宫斗剧，由郑晓龙执导。当年《甄嬛传》已经播出就口碑爆棚，播出数年依旧有新的观众持续爱上，长尾效应惊人。该剧获得第1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、中国电视总局2012年度中国优秀电视剧选集等多个奖项。曾经甚至有一群外国人在综艺节目上开启模仿秀，由此可见这部剧的热度。据了解，11月17日是《甄嬛传》播出12周年的日子，这才引得一众主演齐齐相聚。郑晓龙曾透露，选角时是以角色去考虑演员的，或许这也是这些角色这么深入人心的原因。我们。